人生总让人无语，笑的时候不一定开心，也许是一种无奈，哭的时候不一定流泪，也许是一种释放，痛的时候不一定受伤，也许是一种心动。走过一段路，总想看到一道景，因为已经刻骨铭心，想起一个人，总会偷流一次泪，因为已经融入生命。心就是个口袋，什么都不装，实叫心灵，装一点实叫心眼，多装实叫心计，装更多实叫心机，装的太多就叫心事。事在人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，随遇而安是一种乐观的处世妙方，顺其自然是一种达观的生存之道。人生就像一杯茶，不会苦一辈子，但总会苦一阵子，没有开始的苦就没有后来的甜。人生不要背负太多不必要的包袱，学会删繁就简，去除烦躁与复杂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出最美丽的光芒。简单生活不是粗鲁和做作，而是一种真正大彻大悟之后的升华。简单的做人，简单的生活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心静如水，无怨无悔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